吴大伟把卖小魔女友当街要少女酥胸。喂，吴大叔，你把什么卖呀、啊？这画面的看点在于辣妹的不辣姐。哦，捡到喽！苹果日前在微风巧遇他小魔女友徐丽琪逛街，这个小姐是觉得冷气很冷吗？啊，谁叫你穿这么辣，小肚脐都露出来了，当然会着凉啊！换个角度。哦，一下开很大呢，给路人看面前大。吴大叔不停在女友面前耍宝，惹得家人笑呵呵。看来应该已经走出阴霾了。啊，什么阴霾？他今年六月打包徐丽琪回住处，等七月初前脚出国，徐丽琪的二号男友小鬼居然光明正大的飘进家门。几天后，徐丽琪再被拍到走出二号男友家，当晚居然还有。带着一号男友吴大伟回国，徐丽琪又成了乖乖女友。嚯，丽琪是这么多人的女朋友，但吴大伟也不差，前女友名单乐乐等呢。两个都是高手，过招的结果是什么事都没有，照样逛街把脉，还带女友到最近很潮的巴黎百年甜甜店买少女的酥胸。High five，这次原谅你，下次别被拍到嘿。嗯，有度量的男人就是不一样呢。苹果的 online 现做的酥胸最好吃，宝宝。